社长这两天收到很多私信，都是问我你知道诸葛亮的小黑板又更新了吗？是个字谜游戏，据说解开就可以知道哪位英雄要出新皮肤了，所以我决定这期视频我来帮你们解开这个谜题。其实这道题很简单，我们看提示就可以知道，阿拉伯数字对应列，大写数字对应行。我们先来看竖排的提示，第一个，功夫厨神的桌子上摆放着红色蔬菜，也有人觉得是水果。我们可以看到功夫厨神这款皮肤桌子上红色的有番茄，也确实有人认为它是水果，而番茄的英文就是 tomato。 第二个提示，庄周最爱做的事，不用想了，他整天做梦肯定就是睡觉， sleep。 第三个，里奥梅西的英文名字不是姓，那么就是里奥。第四个，常常用来形容游走抓人的单词，不用多说，就是 gank。接下来看横排提示，第一个，国际球星信号 SOS。 第二个，魔法小树娘最擅长的美食必胜客嘛，那就是披萨咯。第三个是粉色框里最重要的内容，咱们先略过。我们来看第四个提示，大乔和孙策是一对 CP。 第五个提示就是 else 单词，不用猜了，人家都告诉你就是 else。 填完这些我们再回头看第三个，这不很明显吗？ SNK， 没错，即将要推出的皮肤就是 SNK 三位英雄的皮肤。其实之前纳克露露那款纳克妈爷我们已经看到了，至于其他两位英雄的皮肤还真是让人有点期待。那么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这三款 SNK 英雄出皮肤会是跟英雄一样免费赠送吗？